大家好，我是阿宁，现在我来讲一个故事。现在时间是11月27号的凌晨3点19分。我因为火队没有波比，所以我从来没有交过波比的好友。直到今天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关卡之后，我的好友就全部都变成波比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是去买一个宵夜回来，然后我的好友就都全部都变成波比了，真的觉得好可怕。